公如今一直在对我讲白话。请问那位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知道我是谁的人？是啊，我帮你介绍。好啊。这位是苏先生。晓得晓得，我以为龙是他了。你说上海话，龙律师，我是谁啊？阿拉是老朋友，我当然认得龙啊。老朋友，这么说起来，我是小黑鸟。若是如今真正欺骗我，那因的迄个工商嘛真有可能是伊找来假扮的。当初是迄个人讲话着嘀嘀嘟嘟，连我叫什么名拢讲袂出来，我就感觉奇怪。而且何姓这个名嘛是如今替我付的，敢讲这第一中真正有啥物问题？若是安尼，我所失去的，毋但是我过去的记忆。甚至是失去真正的自己。这个看不清楚面的查某人，敢会就是尤贤美？啊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俩对我好，这课都做好，你敢要去请教？是发生什么大事情？你是不是做过一个背包啊？我捌做过一个，啊，不过那是送人。我真正是你承认，我落海进前，其实心内已经有一个心爱的人，那是这个背包也是牛小姐做的，安尼这张相片，伊应该嘛有。
哦，有咩？起床啊啦！我搁困啊，你别迟到啊！啊，来啦！买啊！搁五分钟，你搁五分钟才叫我。不会当你真正要迟到，紧起来啦！我都没困啊，你慢呀！有渣咩？哦，我也感冒了。啊，我马上困起来了。我家妹，起来。妈，早安。那是你。那不是我，你姐，干嘛好多给你学起来？啊，刚需要我先刷替你甲送娃娃呀。啊？哦，先刷我的袜子替我穿一下。好好好好，等一下哈，来，我替我哈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家妹啊，你搁唔起来咯？大家都睡了去啊！哎呀！哈！你哪能会遐欺负我啊？哦，你这种个性哦，你莫欺负人就好啊，我惊人给你欺负我。嗯，就是你阿妈，你上爱欺负我啊！你种偏心嘛，对姐我都袂大声讲话，伊在困的时阵啊，你就讲卡细声，我家妹，你别开吵，伊就忝诶。就我就歹啥事哦，你叫我起床嘛是甲我诶棉被直接掀开，吼，拄只那是无起来，伊就要用三句甲我说。我若是要安尼话，你敢叫伊起来哈？哎，你甲伊算看卖哦，你自上课到今嘛，你一礼拜爱迟到几工啊？哈？哎呦妈，看你故意这代志怎会记啊？对对对，这久啊吼，我看你不是袂记哩啊，你是歹势讲啦你。你这查囡仔人啊，历史也袂同款，抓都抓袂着。我若无这么歹，唔知你走去倒位去。就算我走去较远，我的心嘛是伫咧厝的啊。你，这查囡仔人拜托你较优秀。你学你姐啊，伊哦上班是分早班甲暗班，伊总课课总啊遮尔啊辛苦呢，当然嘛要互伊睏较饱啊。你也知影，伊是咧病院做工课，啊，若是精神无好，是出人命的哦。嗯，妈偏心，我心痛，嘛会出人命呢。对啊，啊是我痛啦。你甲我今节就袂痛？嗯。大人大正骨仔奶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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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慢点慢点，紧起，紧起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快点，啊对对对对，我们啊，你是什么时阵要升起来做迄正式员工啊？哦，对吼，嗯。苗姐，我就是正式的职员。Yes。哎，你哪个拜托哎？试用期一过，本来就会让新客做正式员工啊，阿奶真欢喜。哦，姐，那是因为你伫白色巨塔内底拢唔在，今摆头家哦拢招派的呢。试用期一到，就甲你砍掉，为着要节省成本，乎你啥物拢无啦。所以今仔日哦，算是我最后的决战。你甲看啦，笑干呢？你什么款啊你啊？哦，妈，你又唔知啦？妈，我甲你讲哦，公司若是要用任何一个无合理的要求，甲我开除，包括拄只我个，笑声赶快，我要让伊付出最凄惨的代价，就是遣散费。你出头真足济哦，你。不是出头多，是我知影要怎保护我家己。人要跟我拼，拼袂得。哦，你讲。你不是有讲恁公司足苛刻的，无得靠伊，若真正想要甲你开除哦，凊彩找一个理由就用啊。哼，我有正面跟我遐尼训，我伫这间公司哦，一个人当三个人咧用呢。我给咱某一大堆衫，别说是弄汉家，一家人去做做做，替公司拍免费广告。哦，安尼哦，你就要搁较认真做工课，莫等到试用期最后一天，互人洗头咯。我看你这面底皮都烧了了哦。小妹，救命！嗯，乖。
这手臂啦。好啦，我要去啊。还是穿我衫好啊。我拜托你，你这查某囡仔人呢，忙拢无乖，你要换衫？那有要紧啊？妈，你是查某囡仔，这买查某囡仔，拢赶快啊！我无多，你该过。妈，妈，你帮我换衫，你帮我换。赶紧换啦，这大。叫阿玲，阿玲在田桥啊，要创啥？啊，我叫赵云先，我今做小妹，那会当表表示，你敢知伊介意啥？我要买一个礼物送伊。啊？买一个礼物，唔免遮尔侪钱啦，我摕500块就好啊，剩的哦，你家己俭。哎呀，唔免啦，你尽量买啦，遮个钱哦是靠我即双短脚赚的外快。我们的，拜拜。要晒你嘞。嗯。你哪里啊？是我试用期的最后一天，我明仔才开始。我就是进习的文干啊！你看我的福利拢总有，上重要是以后会当甲人讲我是服装公司企划人员。小妹 ，Go Go Go！ 哎，恁大家我过来，我有代志吼，要甲恁大家宣布。什么代志啊？咱公司吼已经和别个公司并购了呢。大家早。而且明仔载吼，要不要接收啊？哦。明仔载。是啊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恁大家那位爹呀？公司要并购啊。并购。嗯。那是什么时阵发生代志啊？对啊，恁啊。啊，那边想知影，头家起码唔敢出来面对问题，已经走去避起来啊。啊，新公司哦，明仔载就要来做接收啊。起码是之前还是去新的公司上班，拢无人讲啊，大家我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啊。哎，没错。咱即摆一定要好好参详，吼，咱爱团结，知无？咱给他团结，会使好。快些，快些，快些，你来先。我代志要问你，你来先。哎呦。啊！你要看阮伫咧参详吼，上来要安怎做才好势？啊！你是吵啥啦？今仔日是我试用期最后一天诶。啊，是又该安怎？啊！我今仔日我就是正式员工啊。阮遮正式员工着特别无头路啊！讲到你这个试用期还袂过诶人。虽然是安尼无毋对，啊，毋过我今仔日我就是甲恁大家同款，我是正式员工啊，所以我是会当继续为着公司效力。我今日会当做啥？你想要创啥就去创啥，啊公司拢无啊吼，阮留迄个比较时间，佮管家你啊，佮有遐有诶无诶代志哈。即卖吼，阮大家是咧参详，啊看吼是有啥物办法，会甲头家找出来啦。啊，佮有啊，阮遮正式诶员工是要留去继续用，还是讲要之前？哦，当然啦，啊佮有阮一个年资诶问题啦。对啊，我已经做十年啊，遮尼久啊，三年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他说咱头家吼，若是唔愿意出来面对，咱就大家做伙去做去。等下个咱参详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等下一定要团结咯，好力气啊！算我衰好啊，啊，不过我嘛袂当恁像遐阴谋讲飞对台，有付出就有收获啊！我一定要清楚家己应该得到的福利。天地人工作室。这人顶个给我赚钱诶，啊！伊顶个帮阮公司迄个商品做啊袂清款，袂当予伊了钱做袂工，真信用。好，佳妹，你又该安怎啦？啊，我都已经甲你讲吼，你想要创啥就创啥，我即摆是火力全开吼，你想耍来要安怎做才好呢？你敢会卖来烦我？我好姐，你是卖生气啊？听我讲啦，你过去，顶个这个代办摄影师啊，阿姨替咱翕的遐相片，该留来用啊。人都唔知影是不是应该留落来啊？管到遐相片。吼，哪会当安尼啦？人嘛是辛辛苦苦来赚钱的，哪会当公司出问题，就无要管人的死活。
无你若是烦恼伊吼，就赶紧通知伊摕发票来。啊，至少先请款啊，啊，到时阵吼，若是新公司来接手，也比较较无麻烦啦。哦 ，OK， 来看。谢谢。麦过来烦我。啥？你公司的品牌要并购，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我一入来公司就发生这件代志啊！哪会用红发生这款的代志？之前拢无风声啊？啥物拢无啊？所以即马规个公司乱七八糟。阮主管哦，即马等于甲其他部门参详，要去找高层，看要安怎决定阮只员工之前。只是小可代志啦，你哦还袂做正式的员工，你也问清楚有啥物补偿的方式，若无这三个月的资历，都要打掉重练啦。我当然嘛知影，负责金嘛，我搁伫个公司，我应该争取的，我绝对争取到底。但那是你啦，你得来清款，你袂当吃亏的。那钱哦，真正无重要啦。啥物无重要？钱是上重要的，有听到无？吼！谢老师要做头家啊，虽然是一人公司，啊，不过这笔钱也落来，想袂当应付恁公司半个月还是十天的开销哎，已经嘛，随过来清款。看起来你比我较着紧诶。第一，我无吃亏；第二，我无介意别人吃亏，所以半点钟以来你才出现。啊，那我无法度伫咧半点钟以来出现呢。吼，你唔听袂记哦。我的鞋子是白的哦，你若是无出现哦，我就去你的工作室，拖把给拖来，有听到无？拄到遐尼啊衰的代志哦，啊，不过你的声音听起来是足有精神的。那安尼啦，这时阵你若有话就笑会出来哦，我就睡觉。哎，我笑，你想想这啊，你若是搁唔出现哦，你以后敢会再看到我掠狗的表情？你等我，我睡觉。好啦，拢用清款啊！你真正无要笑，看你目头干干。我就较早就认为哦，我的运气以后拢足好诶。上次帮我翕相的时阵，你毋是有讲过，我未输哦，要飞上天啊！我是安尼讲的。跟我擦、啊，今仔日哦，我本是抱着最后一间试用期的好心情来上班的。敢怎样？拄接我来公司的时阵哦，我走路拢有风，秘书所有好话拢拢伫咧我遮，我有将要终身要出门啊！你可想袂到，我公司竟然出代志啊！哦，我甲阮老板讲，我将来做主管呢，好难。好啦，无安尼啦，咱来去转运啦，好不好？为滴今仔日嘛无人去甲你管啊，咱行起来。袂记得。无安尼啦，咱来小苏，看我今仔日哦，敢有法度互你笑。小苏，哈，像惊像，爸我唔敢讲，阿姆哥做菜够大，我上厉害就是小苏，你爸啥？啥？安尼啦，这笔酬劳你看了？2万外块诶，这侪钱诶，确定？你决定啊？是讲哦，你若输，我会着你的笑容的相片，版权就归我；啊，我若输哦，这钱就算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话唔通讲了遐尼早，今麦阮公司出问题咧，虽然已经欠款啊，啊，不过嘛无保证，你一定当摕到钱啊！你若输，我要安怎？原来你是惊讲是赔到钱啊？嘿，当然啊，小苏若是无钱，谁都要小苏，小苏嘛是开我的脑筋，搞我的时间啊！好啦，那欠款哦，老出问题，这钱算我的。成交。成交。来，小。
安尼啦，小久无来，竟然无法度入去啊！我即马唔难笑袂出来，我的怨念个就深。哦，你等下，看会出来你的怨念就深的。无呢啦，我去看卖有白入个无。安怎？赶快找袂到入口吼！歹势，真正无法度。无安尼啦，我予你看这相机内底的相片，应该有啊。无伫个相机内底啦。我心情就已经咧歹啊，天气遐尼热，都甲我叫来遮，伊是纯嘛甲我创滴。就，你爱相信我啦。这回真正足特别，你来当你去内底哦，你会知影，这绝对可以洗掉你所有的忧烦呐。你来这么多话、啊，你。就。生娃叔，这钱算你的，明出来就给你。哦，那么李白，我给你批啊。喂，我陪你去。什么你陪我？是我陪你。变头变头，这个无知啊，我做个歹代志。安怎行？大家拢感觉讲哦，人伫大自然的怀抱内底时阵上舒适的，因为大自然会让你压力，不会挑剔你，只会接受你，爱你。你是安怎发现这个所在呀？我自细汉哦，就最爱介意自然啊，是讲哦，现在都市发展啊，绿地愈来愈少。我嘛是有一届哦，摄影的时阵才发现这个所在。哎，你有能力开工作室，凊彩搞个小事，就是我一个月的收入。看起来你的生活袂歹啊，不过什么代志才让你心情无好呀？哎，会回答我哎？是要回答啥？回答。那人应该是警卫，要不就是管理员。那个，等下，那个人有摄影器材，还有脚架，应该嘛是来翕相的。我去拍一个照。这位先生，你有啥物要动我的物件？你个咧虫啊，顶只树啊顶悬，想要吸引鸟咧。啊，不过你唔知影，这鸟啊来食这虫啊，看到人会紧张，都把咧顶啊拢食落去啊。你安尼哦，那是危害鸟咧，嘛是坏生态环境啦。拜托一个，你敢知影？我为着要吸个鸟啊哦，我去等偌久啊，等规透早呢。啊，看你嘛拍一个照相机，你嘛应该是一个摄影师哦。你安尼等遐久，你敢唔知我欠？
我跟你讲哦，你紧走哦，啊，若无我就……哎，你想要创啥啊？这么多代志，我想要拍人哦。你赶快啊！我廖主讲你是查某人，我就唔敢动手哦。阿兰，来啊！你怎么在惊你嘞？我靠，杜家明明就有封锁线，你逃走哩吧？我先当报警哦，我跟你讲。阿哥有啊，你若是想要去鸟啊，你别当靠我耐心的，豆豆等哦。就害伊知你没有防线，你要不要自己吞一根钉子看看会不会痛啊？哎，你在笑啥？你若是有十条，卖逼在后壁。查某人该安怎？你敢不是查某人生？他是我造的，你想怎样？对，我是他造的，想怎样？无路用，无路用嘛，比你欺负动物较好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赶紧走哦，我就报警，准时来去环保局呢。来听你。哦，你是他造的哦。对啊，他是你造的哦。嗯，你哪一杯造吧？完了。无路用啊！我当时是你造的啊！那么逊，让我造你啊！都真难不是我，你都红拍你，拍你头壳哎！我是，啊不然嘞，你也够显示为温和啊！现在明明有道理哦，这个玩数码。哼，我实在是真佩服你嘞，家己明明无道理哦，够会当赢。我当时无道理啊。咱是安哪里来？甲伊同款，拢是偷你来的。我指着人家鼻子骂，都要报警。哦，天哪，那么偷走你来？哈哈，好啊，叶秋红哦。真正，叶秋红，我是无。哎，不要紧，刷刷皮啊，这是真英雄。我牛你，我好你赢。明明是两个人小输，那也是你牛啊。因为要笑不笑是我决定的啊，我若是不爱笑，还是提一个 tape 把我的嘴打起来，你讲我都会听。所以哦，是我牛你，我好你赢的。真正是头一个可能遐趣味的查某囡仔，真正是。趣味，你应该还佫有其他形容词，唔敢讲吼。强词夺理，够趣味。我嘛头一个拄到，缠着你哦。这也无缠着查甫的查甫，我无缠着查甫。嘿哦，因为查甫让我尬死，就没了啊。哎，你在看啥？这是要顶管阿哥这做的顶啊。这家伙哪晓得顶啊？那受伤够死。我叫你，嘿，我做细汉就搞背，这是小 case， 我帮你提下来。我想起来，细汉时阵，跟我比赛爬石头壁，迄个查甫囡仔。就袂到你一个查甫囡仔爬石头爬遮尼紧。你敢知哦？我运动足厉害呢，尤其哦是爬这石头壁，这床仔内哦都无人赢过我哦。你快要被他啊！太酷了！
我本来有想啊，我想讲，迄个你为停球安尼下落来，我着，来，这里。我看吧。上次明明就接送我。这是意外啦。意外。啊，着，顶个你安尼直接下落来，我袂赴啊。啊，即个人本能反应安尼下落来，我有点像吗？那无我就变做肉饼。你今麦是要跟我讲哦？那让你变肉饼。没啦，没啦，没啦，我们现在意思了。慢。明明知影伊毋是同一个人，啊，毋过常常就是甲因两个想做伙。啊！林先生，你要紧吗？要紧。你今仔来？刚是顶个做的课，会袂下书，需要修改。袂啦，你做的课就下书的。啊，是阮大爷，伊有啥代志啊？你顾虑伤济啊，伊工课做了足好的。那安尼，恁今仔日来是？是安尼啦，其实有一件代志，我一直足好奇的，想要请你甲我斗相共。我是不知道林先生，你需要我跟你斗相共啥？啊，不过顶摆因为阿公的代志，我对你感觉就袂得过，所以马紧你尽量讲。你真正太过客气啊！你敢知影？大概我见到阿公，我的心情拢足好诶，足轻松诶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这代志是安尼啦，即阵啊。阿公大概拄着我，都甲我认作是迄个李承恩，恁大爷嘛常常提起伊啊，所以对我来讲真正足好奇的，我到底甲这个李承恩，谁甲我娘相像啊？讲真实的，恁两个哦，真正生了足相像的。迄个时阵，我嘛差一点仔误会讲，你就是承恩。后来呢？啊，你还会记得吗？我去病院找你啊，迄个时阵我就确定讲你不是承恩啊。确实也是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讲，确实也是有一天你承恩回来找你，你对伊敢有感情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袂晓回答这问题。小姐，是的，我常常问你一个这么无礼貌的问题，一定让你感觉足为难的对吧？不是为难，是因为无可能啊，承恩无可能会回来啊。承恩若是要回来，伊早就回来。我你看伊无回来，那是因为。伊袂记安怎回来啊？迄个时阵，杨家的祖厝因为开路要拆掉，我嘛在烦恼这问题。我惊承恩若回来，伊看到阮的祖厝无，伊敢会找袂到阮？海山林当所长，互你看笑话啊！这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啦。唔知林长所长，你讲需要我甲你斗相共啥？刘小姐，安尼我就伫话题讲啊。迄个时阵你来病院看我，你甲我讲你有一张甲李承恩做伙去的相片，啊，唔知啊，
我今日敢有机会当看到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即马想要看伊的相片？是啊。啊，你莫想伤济，我只是想讲，既然大家拢讲我甲伊生到遮尔啊相像的，所以吼、我就好奇的，想讲看到相片了后，就当确定啊，无得卡吼。我甲这个李承恩真正有啥物关系啊？我了解啊。你等者，我找你看。好。是嘞，是嘞。歹势，我搁找。尤小姐，啊，若是找无，其实不要紧啊，无这样赶紧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拄则搁在看诶。别，那无去啊？尤小姐，免啦，我向永收着，我公司临时有代志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我即马尽量向方找无，先莫耽搁你，你先无用啦。好啊，无我临工再搁找时间过来，好啊。好，歹势啊。多谢你。歹势。多谢。你是阮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对吧？不管安怎，我真正希望你当早一日找到伊，另外人会当赶紧团圆，好无？多谢你，奶奶，我卖叫了你，你好好看。保重。的风吹入你的心肝，谁人知影？咱会怎样来收煞？当初时的情歌，愈唱心愈寒，回头看无你形影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们要紧无？刘小姐，是你啊？感情找到换来，是不是？坚持一下，来，出来，来，来，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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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尤小姐一直这么坚强，这么善良，我是安怎这么匆忙来找尤小姐，要看相片，那是害着伊，加伤伊，搁伤心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万一的手内真正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相片，确定我就是李承恩，安尼想搁安怎？我今嘛什么拢想不起来，就算知影。又搁有啥物意义？我到底是想要啥物？是安怎上重要的部分？我就是想不起来，到底是为啥物？到这年纪，还有机会吼。你就是我一生得不到的。
我林家碧从来就唔捌咧掺糖掺果啉诶，做秘书遮尼久，佫唔知影。副总经理，迄是因为啥？做唔着代志，佫怎一个理由啊？以前拢是郭特助帮副总经理准备咖啡的，我拢唔捌经手过，所以唔知影要安怎准备。是嘞啦，我会去找郭特助问个清楚。唔免啦，免麻烦你。副总经理，我有代志要向你报告。李秘书。是。副总经理，这是对 N 公司所提出的并购条件的最后版本，而且副总经理看过，若是无问题，需要你签名。那就给我看，我伫咧这间公司讲话也无分量啊，唔免替我看。这是公司的标准 SOP， 不管副总经理是不是感觉有需要，你拢一定爱看，嘛一定爱签名。替予恁董事长看。即马这个公司伊上大，叫伊签名就好。爸，不管哪，拢无应该直接发脾气啊。安怎？敢讲连即马你嘛认为我伫这个公司连无欢喜的权利都无啊？你当然当无欢喜，伫咧厝你想要安怎无欢喜拢会用的。但不过这是公司，是上班的所在，因为你一个人的情绪。就可能会影响真侪人上班的心情。我影响着别人上班的心情，哪来我心情呢？谁来顾虑着我心情啊？就参像高长所讲的，做工课上无需要就是火气，对解决问题一点仔帮助拢无。你即摆发脾气，代志嘛无解决啦。卖甲我讲恁高长的代志，我无想听。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即摆我就是，就是无法度控制。敢是因为药害子？副总经理，我帮你请了一杯咖啡啊。张秘书，每日透早九点以前，要准备一杯黑咖啡，上好是生焙咖啡豆。下晡了后，若是有客户来开会，也是拜访，加啉无少茶，无啉咖啡。以后若是有问题，会当直接问我。是，孙经理。啊，是了解我。要了解一个人。并无困难，有心甲无心的差别。恁有花姐以前伫公司跟我斗相共的时阵啊，不管大小项代志，拢会处理啊真好势，我拢无感觉有啥物对。即摆调去董事长办公室做特助，我咧感觉做啥物代志都无顺手。当然是公司无顺手尔。啊那无咧？这问题就要问你家己啊，副总经理，这物件等你看过了后，我才来提。我先去无用啊。爸，你若是需要药花子，会当找伊去讲清楚，我袂有啥物意见。董事长，公司规划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对 M 公司的并购，三个月内完成整合。咱这个 M 公司的并购案，那是咱恒大主公司恒昌的一场买卖啊。我希望是久久长长的经营。并购的过程当中，这整合是上重要的部分，绝对袂当失甲惨，一定爱细腻。你还不时提点，记者还佫有发言，
虽然因两个人的能力拢真好，不过因为少年，我惊讲做代志伤过冲动，做出错误决定。当时对我知影，我会记。有你斗三工，我足放心的。董事长，你最近是不是火气真大？我最近因为困眠无啥好势。是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因为如果嘛是迄种哦，压力大就会困无好，就会头皮屑的人。董事长，我脚暗哦，送迄去屑洗发精去恁家，迄卢冠生两三届就改善真济啊。我嘛有听人讲，说喝绿豆汤哦，嘛会当改善。我会请秘书替你准备。多谢你。想袂到这个细节，你拢有去注意到。我安尼观察哦，是去学卢冠训练的，因为伊是对生活无啥物概念的人，啊人无爽快啊嘛袂特别讲，所以我就爱观察啦，就参照伊，食着无好食的物件哦，伊的目头就会夹夹。啊，胃疼的时阵哦，整个面就会反白，啊，脾气哦特别无好，啊，搁胃，当时就歹势，我卡讲伤济啊。没啦，如今真正讲了无毋对，你对卢冠就有心就好诶。我会对伊好，是因为我真正无法度对伊无好。我知影。辛苦你啊！董事长，若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先去无伊。真好啊！伊即阵啊，甲我斗相共，我真正确定，伊是毋是袂晓摆个丈夫囡仔？伊确实是一个真好助手。嘉明哥哥的面色，唔知安怎，啊，希望陪伊练习的模拟面试问题，拢会当派上用场。过来，来面试的迄个吴嘉明，敢是恁哥哥？是啊，是阮哥哥啊。嗯，啊，不过恁哪会无共姓？哦，因为是我继父的后生，所以唔才会无共姓。哦。安尼看起来，你嘛无血缘关系咯？是无啦，也毋过阮自细汉就做伙大汉，啊感情真好，就敢若亲兄妹仔共款啊。那安尼，你甲明哥哥敢有女朋友？应该无。敢真实嘞？伊西装遐尼斯文，阁是医生，一定受到真侪查某囡仔的欢迎吧？至少伊伫我的新馆内有受到欢迎啦。哦，所以我都毋是讲真清楚。你哪会可能无清楚？你敢毋是讲你的感情真好吗？哦，是啦。也毋过伊是毋是有女朋友，这我就真正毋知影。好啦。你唔知影，嘛是有可能。管怎讲，最阿兄的人也袂甲小妹讨论感情的代志。那呢？我直接问你，你敢捌娶过查某囡仔当去厝的？当然嘛无。哎呦，那安尼就是无女朋友啊！哎，若来，你敢敢？我敢有机会？我敢是你哥哥介意的菜。啊，
可能有迄个机会。哎，你莫凊彩讲讲诶，我是问真心诶，咱敢有机会变做一家人无？多谢，我一定好好加油诶。王女士，就来。夏明哥哥，阿明先进行安怎？当然没问题啊，若兰，我都不知道你那遐这么优秀，国家上海大力推荐，也面试非常顺利啦。真是的哦，所以是通过啊。通过啊，这个真是感谢王医师诶。王医师，真感谢你，我所学习的所在阁真多，以后就请你多多照顾啊。没问题啦，看你若兰的面子上，我一定会尽量甲你教，绝对袂抗拒。多谢你。喂，师你好，我叫小爱。以后若是有啥物问题，拢会来找我哦。住院医师啊，甲护理站又参出小笼包，一定要问导游配救师，就分袂开的啦。啊，小爱，多谢你哈，以后就请你多多斗相共啊。哎呦，你莫讲讲遮尔私分啦。你是若兰的哥哥，若兰啊，阁是我的好姊妹啊，咱就亲像一个人同款啊，我一定会挺你到底啊！王医师，小爱，阮哥哥还阁有做些代志要处理，我先出去。王医师，小爱，奶奶我先来啊。王医师。你看伊两个，若毋是知影伊是兄妹啊，一定会感觉因足速配，对无？你看若兰温柔佮优秀，吴医师缘投佮活泼，是安怎因兜的人毋敢若是面生作好看，连头壳嘛遮尔巧啊？你还佮有心情管别人代志哦？无你再去看伊的病历资料，遮尔好啊吗？看你动作遐尼慢，我能确定的是你无够巧啦。无我阁叫阿长，甲你特别训练，吼。莫名其妙，是食着炸药哦。若兰，哇啦，若兰，你哪会知影遮尼着急啊？安怎，有人甲你聊啊？唔是啦，小爱这个人哦，足热情诶。我是怕说他会怕到你，没啦，这样也很好啊，这样啊，以后大家上班的气氛会更好啊。不过你是不是还有话还没跟我说？没说啥？你怎么没恭喜我呢？哼，你一定是没记得啊。哦，我哪有没记得啊，只是刚才那个情形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哪有机会当讲啊？好啦，嘉明哥哥，恭喜你面试成功。来，这拢是你的功劳。以后咱大家就当定定做伙上班，做伙下班啊。要回去的时阵，你当收礼物啊。收礼物是啥？是 baby。baby， 啊，敢袂当先甲我讲？baby 就是袂当先甲你讲，才叫做 baby 啊。否则你安回去，你就知影。好啦，安尼哦，就予你保守 baby 三点钟。三点钟了，我就下班，我就会当回去收礼物啦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先来啊。好啦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报应。等你啦。不好意思，是有工作要吩咐我做呀。我不是要交代你工作的事啦，我是想要跟你领取报酬。你应该不是讲话无算话，未记得咱阁有约会哦。我会记得啦。无，都今仔暗时。不用的，今仔日阮要庆祝阮哥哥面试成功，所以会得找伊食饭。今仔袂用钱，
无明仔啦。好啦，你袂当阁甲我拒绝咯，那无我就当作你无诚意。那安尼，吴医师做一个代志，若发生变化，我是无法度控制哦。嗯？好啦，安尼就明仔载。我就知影你小心用。对啦，明仔载爱打扮较水，先来保养。人啊，创啥啦？你讲是情人？当然嘛有啊，为什么安尼问？我看你对你的兄弟喊你阿宝贝，又搁俩真讲，伊是你唯一的情人嘞。讲这什么话？我有爸爸妈妈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哇，恁家人阁袂少呢。阿姆哥，阁台湾到一点啊？所以你跟我同款嘛，除了钱以外，你嘛算是富有的人。富有。其实嘛无啦，我是阮家白龙中乡的，上特别着重视。哎呦，你这句话奈听起来有怨气。你无介意白龙乡哦？你介意啊？我嘛唔知，因为我是阮厝内底上细汉的啊。阿姆哥，我感觉会当做哥哥，嘛会当做小弟，安尼敢毋是足幸福的？其实我甲阮哥哥甲妹妹感情嘛袂歹啊。安尼听起来，你爸妈有疼惜你哦？阮爸爸是还好啦，妈妈就嘛唔知影为虾米，在甲伊斗阵的时阵，感觉袂少好。有一句歌词上说，母亲像月亮一样，而妈妈就真正是就是要赶快，怕就比较。想怎？阮家的囡仔跟我妈上亲呢。我唔知影。我知，你就摕你家你妈牙刷垫垫下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你是连续剧看伤多哦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你一个囡仔甲爸爸妈妈缘分有亲有亲，我应该是阮三个囡仔内底甲妈妈缘分上亲。我警告你哦，你今仔日哦袂当心情无好，今仔是我较好阵诶，你安慰我。就算你真正心情无好，你嘛要紧时间啊！等我公司并购的代志结束了，我轻松啊，花头喜面啊！安尼哦，你才会当心情无好，因为我才有闲会当安慰你。你实在是叫阿爸诶，敢那个武则天同款呢？无对，我就是女皇帝武则天。你放心啦，就算我真正是武则天哦，我答应要听你，就袂有人会当欺负你，因为只有我会来当欺负你。所以你是听我还是听我？看你今日心情无好，我就想卖欺负你，我可以当教你一步该优秀的配步。真配步。我不是头工的，我陪你一起新好不好？不是所有物件派去买新就当解决好不好？你出掉了这有足多相片，还有我的回忆呢，不是一个当卖掉的。你要去倒位啦？要去倒位啦？这个我。
快去听，快去，我出发呢。我唔知你耳有受伤过。不是自己啦。啊？哦，你有刚才讲的啦。好啦，你嘛规身躯单落落，等下先转去我的工作室休息，无你感冒就唔好啊。我就没感冒嘞，我身体跟我刚刚骨同款。等那时你才是中二，也要安怎？我就无人当欺负我呢。你是在小爱欺负我呢？唔、吗？所以我刚刚感冒，咪把你中二耶。干那淡米肉啊？嗯，叫水管的水喷着的。就是他，你生气？什么？我生气？你生气啦？又不是你的囡仔。你是查甫囡仔，你生气啦？好，我又讲你生气。白讲哦，你若真正安怎，我是无可能以身相许。我是你的草白某。你唔通怪我，提起啦！你嘛想想多啊啦，这袂好无？你的胆气，我嘛是我害的。啊，无遐尔严重啦！你莫袂记的，我常常上山下海应付各种气候，无那有可能喝到候鸟，对不？莫紧张啦。问题是，你袂怪候鸟，你会怪我啊？好，我袂怪你。你个真是。好了，来，玛丽亚。哦。加加加。这你在创？看我的头家啊，平常时拢袂安尼，今日哪会替别个查某囡仔去偷摸啊？你好，我叫吴佳美啊，是 M 公司的企划助理。之前恁头家有替我翕一组商品照，我今日是请伊去阮公司签款。啊，搁有啦，我之前哦帮恁公司翕一组商品啊鞋子商品照，啊，毋过无外面，哈哈，敢若我的脚甲伊啊。无怪我会对你无印象。你好啦，我叫做天怡。啊，毋过恁只是去签款。为什么诶，不管咧淡滴落啊？说来话长啦。啊，家在哦，这相机无淡去。是讲歹势啦，害你的手机啊歹去啊。无安尼啦，我赔你一个新的。唔免啦，出出去啊，今日就遐尼衰啊，归去啊，一届也衰较彻底。无滴卡，安尼就当转运呢。明仔载一定有好代志会发生。你真正是足乐观的哈，这才不是乐观好无？是我足够安慰我家己的，为滴哦，欢喜是一天，无欢喜也是一天啊。而且明仔载讲起什么状况，我也预袂到，所以哦，我是等来找休困，安尼较实在。拜拜。哎，等下，你衫袂干呢？不要紧啊，拄下你的工作室已经打到一半，即马倒去洗，拄拄好，全干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嘞。
你想啥？伊是啥？伊毋是你讲过？有是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恁两个人有啥物看起来遐尔熟啊？啊，就斗阵做工课，见过几啊摆面啊，自然就熟啊。所以你今日规工无看到人，拢是家己在做伙哦。对啊。你看嘛，今日哦，我拍到这个佳美笑容，你看。你为什么要特别拍伊的笑容啊？好看啊！来，你看，你看，佳美的笑容足自然的，敢会感觉讲哦，看到伊的笑容，就感觉家己足想要笑的，哈，哇，佳美的笑容感染力真强啊！哎妈！我哪会拢无感觉？我要倒酒呀，咱做伙去食嘛。好啊。等下，真快一张。这张嘛足好诶，啥物笑容遐尼啊自然，啊搭配这个构图、光影，哦，这个画面真正足好看诶。搁有这张啦，哦。小舅舅，我回来啊！你是安怎啦？小舅舅，你是不是感冒爽快啊？哎呦，你那一定安尼吐大亏，啊，什么拢唔讲，我是要安怎甲你斗三工啊？姐，你莫管旧话啦。虽然你是护理师，啊，不过伊的病啊，只有我会当治疗。安尼小舅舅就较好哩啊，啊，若是需要我，再甲我讲。嗯，我先去。哎呦，古，你是安怎？我打你啦！起来啊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等你啊，等你啊！哦，起来啊，五妹啊！哦，你有够打你啊！你这，啊，哦，哦，五妹啊！啊？哦，啊，古这个中年人又这么歹，那坐等你要安怎？是要趁钱啊？哦，趁钱？哦，你无爱做趁钱，我嘛无爱做趁钱啊。唔知啊，恁阿舅哦，最近为着工课的代志哦，烦恼到要死，你看，白头毛拢出来，我看，我看，有呢，背肌，背肌尔，我甲你讲，我若到阮当处长安尼继续工课落去吼，我明仔载可能八万肌啊啦，哦，哈哈，可你想想做，你头毛才无遐尼侪好无？你唔知啊，阮当处长最近哦，袂输敢更年期搞啊，你知？无代志就叫我开车安尼，伫街仔内底洗地洗地洗，啊，若无就雄雄叫停下，拢莫振动，乌坐啊，敢若迄个不动明王安尼。哎呦，查甫人哦，本来就更年期啊，你爱理解，你真紧哦，就会有啊。哎呸呸呸，你哪久去早的啦？更年期，啊，不过阮公司哦，最近大家伫上班的气氛，哇，有够恐怖，你敢知影？大家人来哦，拢面臭面臭，臭到袂输敢人，敢人毋知欠伊偌济钱。啊，毋知影人来阮公司，抓准阮公司是你迄落放高利贷迄个黑社会公司。姑，我乃感觉你看起来较心情无好，面臭嘟嘟呢。啊，你是头家边仔的司机，知影上济代志上济秘密啦，应该是你啊。我应该就是你生的。不，我唔知啥物秘密，我唔知，我唔知。吼，甲你讲啊，有钱人哦，足恐怖的，秘密有够多啊，凊彩讲一个出来，甲你惊死。来，你紧甲我讲，看我是不是搁会当我？我甲你讲，你莫想要甲我骗啦，我才袂甲你讲。我跟你讲，我通啊当公司生存这么久哦，就是因为我的嘴无芳，有够吧？哎呦，姑，你甲我讲啦，
我跟你讲哦，碧萍若是伫咧遮，我上久会丢来伤的，会丢来伤的，你跟我讲，我讲。没用的啦！我跟你讲哦。有钱人哦，真正足辛苦的啊！哎，秘密遐尼多，拢无人通讲哦。我伫心肝内足艰苦的，吼！哎，家财家财，恁阿舅无遐尼多钱，所以我足快乐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毋是无遐尼多钱，是赚了少。我明仔你无要安慰我，走啦！我即摆就咧安慰你啊！我讲实在，我嘛袂用的。哦，无爱甲你讲啊，我要出来散步纳凉兼吹风啦。哎，阿祖有讲哦，吹是最好的碰风，你巴肚用五个月袂当再碰啊！嘉明哥哥。三点钟已经过啊，我来不来？早就伫你的房间啊。真是啊。嗯。有啥物礼物啦？敢咪是咧跟我讲生肖啊？对啦，敢有找到？无啊，我的礼物咧，哪拢无看到啊？我答应你的代志，啥物时阵无做到到啊？伫你的眠床顶。真是娃娃，你有这么欢喜啊？嗯，只要是你送的，不管是啥，我拢很欢喜。啊，不过我唔拿送娃娃，佮别项物件哦。佮有别项？嗯。阿弟的？已经伫你的手诶。伫我的手诶。嗯。那有啊。你佮用心找看麦。一定是有的。这敢是那条石头，嘉明石？嗯。有看到吧？这就普通的啊，就石头尔。哎呀，你看哈，要为这个角度，要为这个角度看，你会看得出来，有吧？真是的呢，会透光呢。哇，只是石头的时阵，就已经足水啊。今晚变做破嘞，搁较水啊！哎，好啊。这你睡嘉明时，只有你家有。我希望你当大刚拢挂在身躯顶。我要一定得更乖。你敢知影？就要准备考试这段时间，拢是你不要上座，嘛甲我斗三工上座。其实我才拄好考掉医生执照迄个时阵，我真正就想要甲我的执照送互你。啊，不过就算送互你，又搁会当安怎？所以我就归去，甲我家己送互你。我是讲嘉明石啦。
就爱讲输球。会当看到你的笑容，就是我上欢喜的代志啦。江明哥哥，多谢你啦，你对我这么好。是我才要感谢你，这段时间都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躯边，我走到这么。你确实受表示，啊，不过你这样就无诚意诶。我今麦头脑生死未卜呢，我就是死啊无。你这个做阿兄，若要饲我这个小妹，我一定比啥都搁较有诚意。英雄，英雄呀，你免烦恼啦。就算讲有一天哦，你真正失业，江明哥哥嘛一定会饲你诶。因为已经通过面试，要做我的同事哦。嘉杰，阿哥，你通过面试了？当然是真的。啊，不过我才不爱饲你，你上歹饲啊！你要行去倒啦？甲大家讲这集团好消息啊！尤其是爸，一定要甲爸讲讲。哎呦！甲爸讲讲。你感觉？阮董事长，敢唔可能是我迄个无缘的之妇啊？废话，两个人生做一模一样，唔是是啥？问题是即马想袂起来啊！想袂起来，想办法来想起来啊！啊，是要互相想起来啥？无啦，你从报第一样啊，无啥，无啥。啊，有咩咧？我今日加班，阿袂倒来啊？早就倒来啊，应该伫房间。大哥，你是刚过来，这就厉害？妈，你怎来啦？阿姨。妈，阿哥真够厉害呢。哦，你足够考试的，不管是大学是医生执照，对来讲拢足简单呢。真正是咱武家第一名。迄是阮家明哦，真正足打拼、足认真呢。而且，因爸爸老家保庇啊。奶奶爸，你莫保庇我，工作顺利，赚大钱哦。小明哥啊，阿妹在恁爸爷做工过，敢有这困难呢？小舅舅，阮爸爷外口是上有名的，阿嘉明哥哥会当通过面试，这个表示伊能力足好诶。无啦，我无恁讲伊遮尔厉害。其实即届好佳仔有六人甲我斗三工，我才赶来蝴蝶报名截止日期进前啊，甲资料送出去。所以我即届上感谢就是六人啊。啊，对啦。你甲我有看到啊？你甲阿兰在准备资料，准备到天光呢。你是真正应该好好甲阿兰说多谢。哎，阿哥，你要安怎甲阿姐说多谢啊？哎呦，唔免啦。阿嘉明哥哥，在咱有困难时阵，嘛常常甲咱斗相共啊。哎，你免拍死啦，这是你特别有为是悲羞呢。哎呦，嘿嘿嘿，先救你，平常时啊，跟咱女皇帝啊，赤白白。我来吃火锅，吃面锅啦！含对这个阿姑，这个阿姑，才疼你阿姑，你用安尼讲啥？嘿，那是我哦，我嘛要较疼老人，我要疼你。你，姑，唔知阿祖祖敢唔知呀？你有少济布袋羊啊？哦，我会记，这一个拢无少呢。那是阿祖祖知呀？你甲钱拢开伫个遮，唔知安怎哈？这是用我的宝贝，拜托你千万唔通甲祖祖讲我开偌济钱，好无？拜托啦！啊哈哈，拄则是相公我赤白白哈？相是相公我上可爱、上古锥、上水的外甥女，赤白白、乌白来哦。而且哦，我这阿舅哦，平常是对你也尼好，你想要爱什么物件，我拢给你赞助。是要倒位找这尼好的阿舅对无？所以千万唔通甲祖祖讲我开偌济钱，好无？我两只表现呢？好啊，好啊，我们慢点点来欺负你阿姑啦！啊，我后边跟人家。来，你太厉害，阿哥通过面试就没
哥回来，你是为着出来底装监视器？哎呦，啊，着路口遐，毋是开一间面包店。我经过的时阵哦，发觉剩足多，想讲买一个回来试看卖有好食无？少年人创业无是需要鼓励，啊，若是好食，以后继续高管。耶、yeah. 哦！好吃。好食、哦。哎呦，今日啥物日子啊？那有蛋糕糖吃？哎、欸，哥。哦、今日哦是二哥通过面试，来见着。嗯。是啊，哥，我今日去我来便宜面试，已经通过啊。我就知影，你一定无问题啊。自细汉你就出来上高读册，嘉明，哥替你感觉光荣啊！嘉伟哥，啊这鸡蛋糕看起来真好吃。来来来，来点一下。多谢。来吃看麦，叫吴成柱。来。可惜，可惜小关今日去因朋友因家斗相共，那无通啊干做伙吃鸡蛋糕啊。嗯，唔对唔对，你应该想哦，好夹在伊我滴，来吃吃看看谁。别讲话，别讲话。妈，这鸡蛋糕真正最好吃呢！安尼哦，咱就会当哦，加甲厝边安尼介绍一下，无得靠，也生意也愈来愈好。对啊，你看啦，我今日哦，若是无今日去，就唔知影这间鸡蛋糕这么好吃。这就叫做缘分咯。我知我知，但是我还佫输过一样，佫还是哎呦，阮这就是亲人的缘分，对吧？啊，还佫恁拢是哦，拢是缘分。唔，那是人甲人哦，工课嘛是同款，什么款的人接受到什么款的工课，这嘛是缘分。你若是好好珍惜这个缘分哦，就会变作是你福气哦。所以讲嘉明啊，阿姨希望你当好好珍惜这份工课，好好打拼，知不？阿姨，别放心，我知影，我一定要好好认真打拼，加入咱做伙替病人服务，帮助更加侪需要帮助的病人。嘉慧，你嘛同款哦。生意这个生意，若好好做，会当较稳定的，将来想要饲一个家是绝对无问题。你甲嘉明哦，会当较早成家立业，我对恁爸爸嘛有一个交代。阿姨，我的代志你唔免烦恼啦，你爱先烦恼大家甲秀官的婚事啦。嗯，烦恼啊，哼，我免你烦恼啊，我甲你讲，嫁伊话查某囡哦，对起来一直摆到巷仔口去，看无买溜的啦。你就跟我吞一支嘴啦。怎么了？嗯，最后你。哦，等下。你看，大哥今天想了解你啊，想你教伊吃樱桃，来，我来嘛，好你。妈，阿杜家你讲，爱珍惜缘分，你就会变作有福气的人，是安怎？缘分是天注定的，啊，不过福气哦，是爱靠家己去争取、去创造的啊。就参像姻缘呐，天公伯啊，会替你安排好你的姻缘、你的缘分。所以讲，不管任何代志，你若好好珍惜，就变作是家己的福气。对啦对啦，就参像我甲阿姊，这个是家底下的缘分，啊，就是我的福气，对吧？对。我当做你甲秀官阿姊哦，嘛是我的福气，有咩？恶心鬼，姑就个白给哦你。哎呦，阿兰，吃醋？啊，阿姑哥伊嘛福气啊，哎呦，阿兰，太乖了。哎，个屁！我今嘛想要珍惜，这毋是我甲你的缘分呢，是我甲康奎的缘分，好无？哎呦，看袂起恁阿姑的缘分，我伤心呢，够我笨死。有咩啊？对啊。你不是讲今日什么试用期已经过啊？要新起来做正式员工，安怎？你搁做唔到什么代志？公司给你开除哦？哦妈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好不好？是公司今日协商宣布，什么让另外一间公司并购，所以我定先换头路了。哈、啊？哎呀，不敌今仔日大家就要接触到这个消息，所以啊，等明仔载入去公司才当知影新公司啊个新头家到底是安怎。五妹，也唔过恁公司去用并购，啊，到时阵所有员工敢会去用裁员啊？别人我是唔知，啊，不过我安呐，我能力强，薪水有够低，一个人都有三个人在用呢，我 CP 值遐尼啊高，一定让留落来，免烦恼。有人并购就表示你本来的公司有可能结束营业呢，
安尼就真侪库存商品会摕出来拍卖，到时阵若收袂歹的衫，咱会头一个通知阿兄。好啊，等我明仔日去公司哦，了解状况了，再甲你讲。哦，哎，太贵贵，我讲要吃啦，我讲要吃啦。来，吃你妈这个，吃你妈这个。哦哦。明明就讲家己的耳仔歹受伤，袂当肉着水，佫敢若顾忌我，无要闪开。有时阵哦，看起来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，啊，有时阵看起来佫足靠爸妈，却连英雄救美佫唔愿意，真正是一个怪咖。收到佳明时，那会偷看人的日记？我刚刚看到你写佳明时，你还没看什么秘密啊？啊，什么是佳明时啊？姐，我知啦，你丢下什么秘密，才敢让我看到啊？哎，你是不是介意啦？你跟我讲啦，我别跟别人讲。我替你保守秘密，我的嘴就安尼哦。哦，你哦，那有啥物秘密？佳明时哦，就是这条疤嘞。这是佳明哥哥出去佚佗的时阵所捡到的石头。哎，为着要感谢我，替伊找到工课，唔只系做成破脸送我。哦，我还是要搁捡到的石头，所以叫做佳明时哦。姐，你后面逻辑就奇怪呢。那呢，马上我的玉观音是不是会当叫做性美食？哦，嘛较歹读诶。有观音就是有观音，那会当叫做什么性美食？哎，这是新名呢，袂当安尼乱改。哦，好啦，我知。姐，你搁会记细汉时阵我和武则天上身的代志啊？当然嘛会记诶。迄时阵啊，哇，昏迷几落天嘞，大家拢嘛足着急诶。啊，有爸啊，烦恼甲伊，逐工甲伊骂条条。好佳哉，嘛有收着，用这药观音哦，甲伊带掉诶。一派好人。啊，阿姊，看，迄个妹仔徛喺桌仔顶诶，我就不要妹哦。五妹，五妹啊，你徛在创啥啦？胖水哦。姐，真就无大个呢，我是想讲试看卖，无一定真正会安怎。啥物我无大？你是毋知迄时阵状况有哪样恐怖，你毋知安尼讲。好啊，要若无你若是坚持遮尼毋听话，你家己再想看卖，迄效果是。我了解啊，我拄则是讲生笑个。我才袂凊彩摕落来，惊就好。哎，姐，阿姨都已经上班遐尼久啊，敢毋只拢无拄着介个人啊？大概小姐敢看到你甲二哥去洗唱片行，无看到你甲别人约会呢。你嘛知影，阮做护理师哦，迄上下班的时间足无固定个啊，有时阵就都甲加班轮班。那有什么时间约会啦？
好啊啦，你去睏啊。晚安。晚安。爸嘞，林爸爸早起要开会，一透早就出门啊。哎，坐落来，陪妈做伙食早餐。妈，歹势，今仔日是恒昌立足燕公司的头一天，我嘛会提早去公司。对哦，事业心比林爸爸搁较重啦。啊，不过伫拼事业，妈会记顾身体，知影无？你今仔日的经济上的骨带，是不是今仔日想要发表现一举成名？这点的骨带是我20岁时阵妈送我生日礼物。我阁会记哩，迄个时阵妈甲我讲，20岁就是成年啊，要开始负担恒大未来发展的责任。我一直把这点的骨带当作是妈送我的战袍，大概要签重要合约的时阵，我就会加这点的骨带。妈妈就是欣赏你这点啊，做任何的代志，全力去拼，只要是你家己喜欢的，不管有任何困难，你都会志在必得。啊，不过之前，妈妈要提醒你，进攻不是只有一款方法，有当时啊，防守嘛是一款的攻击哦。我看你还是人数好，输赢有时阵是靠功，是靠防守。妈，多谢你，我会把妈的提醒放在心上，我来去公司啊。小蛋姐，我还有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进前，阮去恁阿公因家的时阵，我听到恁爸爸在讲，伊讲有考虑要培养焕然做接班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伫想讲，恁爸爸应该毋是要甲恒大集团交予焕然去接班，只想要为你，阿佮焕然两个人之间。孙杰来做恒昌的总经理，按过恁爸爸的个性跟用心，我的确伊未来真正有滴怕死，要甲恒大集团交予焕然去接班嘛不一定。爸，那有这个想法。恒大是百姓出聪明，公司有今仔日，嘛是爸这么多年的打拼，跟伊有甚么关系？不过话袂用安尼讲啊，当初时恒大集团嘛是恁阿公提钱出来创的，若毋是当初是恁阿公跟齐北传派人妈妈，凡是今仔日恁爸爸嘛就有可能毋是恒大集团上大的股东。迄嘛是较早的代志，事实是恒大即嘛是爸，阿公我拍出来听啊。迄是咱家己人知影。不过外口的人无一定会安尼想啊。非得总讲一句话，你一定要较注意。对焕然，你袂用无提好。妈，爸应该是随公公要安大句的。
因为爸有我这个优秀佮拍拼后生接班，伊无可能把公司交予别人。我嘛希望这件代志莫发生，啊，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一定爱记哩。不像我这人，你会当担，你一定爱担。啊，若是有麻烦的代志，千万唔通讲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好了嘛，我先来去公司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加油的。酒料恒大集团的责任都交好你了。妈，公司有我，做你放心。听讲哦，咱公司要并购，啊是真啊假的呀、啊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！啊，那安尼啦，是倒一间公司呀、啊？是啊，到底是倒一间公司？我听讲哦，甲咱并购的公司叫恒昌啊。啊，不过我有查过哦，这间公司吼、哦，才拄啊成立无外久尔，所以吼、哦，无啥物资料啦。你就是新公司哦？嗯，新公司啊是啥物新公司拄成立尔，就会当并购咱公司啊？我听别人讲过，有的公司吼、哦。专门收购别人的公司啦，啊，拆起来搁摕去卖给别人，应该不是款空头公司吧？空头公司，我刚刚听讲，迄个负责并购的人啊，刚刚叫做林志前。哎，你敢知影这个林志前是啥物款的人啊？唔知啊，真。哎，啊恁敢有人知？知，我听过，我听过。哎，啊，无安尼好啊，我先来去找经理问清楚，看新公司吼对咱客户部安怎安排，好不？好啊！吴佳妹，嘿，嘿，阿姐，早安！啊，你今仔日哪个来上班？阮昨嘛吼，得跟堂弟你终止试用啊呢。我什么都没收到哎。那好可怜呐，迄手机简讯吼，啊，搁 email 信箱拢有通知啊。啊！我昨昏手机写歹去啊，我看无看 email 呢。不管你是有看到还是无看到，规定阮昨昏吼在银行底里终止试用啊，我叫你回公司啦。哎，美英小姐，我袂用离开，昨我中满三个月的试用期啊呢。而且哦，严格来讲，公司若是无伫下班进行通知我，我就已经算是正式的员工，所以公司无迄个权利当单方面通知终止雇用关系。拜托你莫伫遮乱好无？你敢无看到公司即卖已经乱糟糟是？你这样管诶，惠弟哦，我就是正式员工，公司若真爱我走，我爱照正常程序付我之前费喽。你甲我讲遮嘛无路用啊！即卖公司吼、哦，已经是别人做主啊啦。无毋对，从今今仔日开始，都阮分摊负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影，公司经营权已经换人的代志。我代表恒昌向大家保证，恒昌是一间非常秀才的公司，要甲所有员工之前，有能力的人基本拢用留落来。阮即马要甲恁财务部的人进行交接，人事方面的设计，得交予阮客户部孙经理负责。安怎？有什么问题？我就是讲林协理会家己处理人事的问题。这么重要的任务，我相信以你能力，绝对会用处理到大家拢满意。所以，把这个决定交予你，以保你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加油！咱去财务部，再交予孙经理。林协理，这边请。是啊，拄则所讲的，是有能力的人。来，恁连这个好人是安怎算哈？
是叫阮原来公司算，还是要叫伊恒昌的阮刚好哩算？啊，哦，阮的职务跟阮手头的工课，敢袂调整？我的提款利率嘞，敢阁有啊？我真尊重，也理解大家伫请公司的付出。要唔过恒昌接手了，新公司有新公司的考虑，不一定会当做甲予大家拢满意。啊，来来来啦！你不为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都讲迄个洛卡明明就讲，都五零年的人，怎留落来啊？是啊，公司所讲五零年的人，意思是讲，经理以上的主管全部拢留，其他的人由会计计算年资，从优次起。你哪会当讲话无正话哈？都讲明明就讲五零年的人，怎会留落来啊？敢讲主管是五零年？咱都不是哦。那要认真讲，公司的收入根本就是阮这基层员工老岁人光所拼出来。遐主管吼，只是有这邓丽娜尔，邓丽娜啥拢嘛会晓，安尼来当算是有能力的啦。你讲对不对？对。我问第二届哦，三个月三个月试用期的，你是变到什么？遐计划按设计图，拢是阮大家的创意，啊主管。主管只有这出这个嘴尔。恁今仔日吼，一定要我一个合理的交代啊！迄款把公司抹倒的进阶高层，真个吃家己啦。嘿啊，遐出一个嘴，真个红开毒嘛。对啦，那是阮啦。是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对啊。原来这样。各位唔免烦恼，公司一点效果没有。买车会计按照预告天数折算成现金，应该要给您的资遣费，绝对给您。咱大家拢是那样薪水，只头家无同，无虾米人较了不起。恁当然会当把这口气出在我身上，也毋过代志拢是爱面对。我若是恁，就将这负面情绪当作正能量，公司一定会尽力做出上好的安排。讲虾米上好安排，绝对上好啦！恁家利用别个，提我公司拢给贪家菜的失血鬼。那我看了就先替我家的家长们高兴。三句话，就清清菜菜哦，把我胃填填哦，上来下脚啦。你是不是感觉你真伟大？会当参照先赶快，赶紧把咱先生接厉害。小姐，那个，那个，你先坐了，困了，那个走啦。金小姐。你别困了，你来创啥哩？金小姐。请恁去领证，卖去有事。这时阵，家体来老了，才是上好。你头壳歹去，还是你的心肝有病加做？你红裁员，哪有可能领证？若是无领证，就有情事牵咧行，做出无理的行为，就参照这位小姐拄只所做。你拄仔好无爱啉凉的，啊，若无，赶快甲你牵啊！你是知影啥？阮爸爸挨骂的话俩，阮妈妈爱洗牙齿，我单亲一个人爱照顾两个囡仔，根本就摊开，就等你买现钱。即摆又用无工过啊，我除了死以外，我还叫啥物出路啊？不是家己死，那即摆就去你爸爸村里的人死。你别伤心啊，你放心啊，我家妹替你替你爸爸背。你有听到无？新来的，你回去就甲恁头家讲，参照你这种并购人公司，佫不爱照顾公司员工的无良企业，我无愧向你干单，互你打发走人呢。我拄只已经讲过啦，公司你叫劳基法从优之前，什么劳基法？咩有够啊？你敢无看到？啊？阮家的员工因为恁一句话，家庭生活受到偌大影响？你若是无给阮一个幸福靠谱的资遣条件，就算爱阮绝食抗议，我嘛无咧惊哦。对啦，一定要有大家一个交代。我唔对，这种人爱白走，而且要清清楚楚。我唔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对对对。
你有听到无？哈？阮家的基层员工哦，就好惨，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。你想好是卖看阮无？因为每一间公司都是小小螺丝组成的，是减一粒，让你出问题。我爱听大家的意见，向公司报告，要唔阁决定权在公司手头。我嘛希望大家会当伫咧冷静了后，好好想一下，安怎做才是上好的。刚有较细间的会议室，我即摆喺公司全部的人事资料，我要进行一对一面谈。在内底有啦，哎，别个啦，恒昌未回应进谏，啥物人拢未当面谈，阿若无，咱要予伊分头击破。新改人事资料有啊，内底请。去哪里啦？哦，乔叔叔，快点进兵报告啦！我真惨，气死！乔小姐，卖伤心嘛，我吴家妹有一点替变个底。绝对袂当放弃希望，我相信只要咱大家团结起来，一条心，绝对袂当争取到上好的结果。小丽，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把我失去的记忆搁找倒转来？伊在。张司长，嗯 ，M 品牌已经顺利接收，新的人事命令已经发布，一切进行了真顺利。应该唔免几工，定完成全部资遣程序。我已经请领事部准备安排新员工报道。阿哥，这是 M 品牌的财务报表。李代，张司令。沈经理，这么紧就回来，相信你已经把领事问题处理了真妥当。恁两个拢先坐。恁两个人即个处理代志，头路拢真好。我爱恁从优之前，恁嘛有做较到，而且袂当有任何的纠纷，辛苦恁啊！我感觉公司婚姻的条件上好，好之前的人应该感觉真满意。代志不是参像林协理所讲的遐尔顺利。我看，我甲孙经理的能力看上悬。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人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要做到大家都满意是需要智慧的。董事长，目前的状况是，基层员工希望能留下来，很多人需要这份工作。不可能，之前董事长已经决定，无要把基层员工留下来了，就开始找新人。现在就等公司通知上班。